烧死你！我操，兄弟完了！我们炸药，结果。我靠！老大已经被我干掉了，你还敢过来打我？翻屁哟！干你娘，会不会被打？终于啊！所以也不是打不过，只是很有点麻烦而已。因为真的有难打。刚还要用火烧一下牵制，然后用炸药炸的，然后还要炸药再炸一下。蛮强的，不过还是比不上。一堆土著跟我们围攻，比上两个反社会的。再怎么再那再多只手，不过也不错啊。哎呀，八爪长这样哦。不过我刚听那个声音，我就觉得很不舒服。我想说，是不是在上面？这边都可以走。在走哪？所以他鞋子啊。啊，没有，它就是一根肉块，然后身上长很多手和脚。咦，好恶心啊！有点像克苏鲁里面的东西。类似的产物。好不人头。那他人头还有好像长到那个汉堡肉里面塞气死，好饿。这东西，哪有炸药 ？Cheese hamburger。不要讲，我饿了。哦，我去了。这边可以，这边过去。外面，在外面。是外面吗？我靠，炸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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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满了他干。不能看。哦。哦，对啊。我的天哪，漂亮哦。就是想来这边。还想找。可是要怎么下去呀、啊？有路可以走吗？没有，就是要用攀岩啊、欸。不会是要从洞窟上去吧？你说呢？这个是那种挖钻石的那种地方。那可是也太大了吧？不是都这样吗？挖钻石的地方。你的呢？啊，我在这边、啊。我在想啊，我看到，如果我们这样下去要怎么上来？对，下面是不是有像洞窟的地方啊？那是池塘还是洞窟啊？最中间那个地方，应该是小池塘。然后一鼓作气下去，不要你看，还上不来，那只能回去了。还是我们干脆住这边。绝对不会被那个。你要干嘛？要无聊，要浪费炸药。后面还有。先回去，洞窟去。